욕하는 거 들으면 그 사람한테 전달하지 마. 그냥 모른 척해. 쥐디 深夜 晒 黑地 菊花图 到 李山君 我的 大叔 男星累 你 该 有 多 痛苦 李山君27号经传离世，震惊演艺圈。今一早完成入殓仪式，经老婆田惠正与家人亲友参加，全哭成泪海。原定29号午夜12点举办告别式，也改成中午12点。曾带他踏入奥斯卡殿堂，跻身上流导演冯俊浩凌晨也现身灵堂，国民妹妹文景莹、主持界大哥沈东烨，还有无缘合作韩剧《No Way Out》的许光汉也都到场吊唁。接替角色的演技派赵正雄更传出伤心到需要人搀扶。정확하게오빠랑나와오빠가우리집왔다가고우리집에뭘심어놨는지모르겠지만너무정확하게알고있고李善均生前和酒店市长金女暧昧的音档曝光，让警方认为他不单纯，对他展开严密的调查，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检举人金女拥有6次毒品前科，据传还勒索李善均3.5亿封口费。너와공갈범들사이에어느쪽이진술의신빙성이있는지잘판단해주시기를부탁드리겠습니다即便李善均数度喊冤，要求测谎金女证明清白，但韩 Dispatch 推估，或许李善均看到毫无进度的调查书，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后才选择轻生。다시한번말씀드리면마약을투약한적도그리고누군가에게주고받은적또한없기때문에사실몸에서마약성분이검출된다면그게더이상하겠죠同样被神色场所金女爆料吸毒的 GD 也在 IG 发一张黑底白菊花照，没有任何文字，似乎是在哀悼李善均。누가욕하는거들으면그사람한테전달하지마一名韩网友也化名 A 先生替李善均发声，晒出大学照以及入学礼物自证身份，发文表示李善均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对业内前后辈谦和有礼貌，希望大家放下批评是对他最后一程的基本礼仪，也对留下来的人是很大的安慰。야며칠새좀더젊어진것같다우리동생아침에눈이번쩍떠지지合作我的大叔的资深演员朴浩山晒出多张剧照，发文悼念：“你该有多痛苦，好好休息，我温暖的弟弟。”台湾演艺圈艺人也纷纷发文哀悼。Fighting!